好，各位朋友，各位菩萨，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啊。这有学生菩萨问我这个问题啊，这我不是针对他来回答啊，大家都能受益，一起来看。他说《兰亭集序》的啊，针对这一课的《兰亭集序》，故知依始生为心上，我会翻译成故于是，当然不对。其实查字典故没有意思，那既然知道，当然就不行了，是不是？那你这个实习师来，我们用那个追踪修订，怎么会这样？这还原怎么会跑回那？怎么是联动呢？字形结构换部首，那就有于是的意的啊。所以还是可以啊。可是这个答案是怎么样？用故。用故来读的话，就没有加强、强调、加强语气的效果，这要注意，所以才不好。那如果翻成本来就知道了，故知或者兼顾了，笃定了，所以我一定就知道，所以可以翻成我早就知道，不用你讲，不用你庄子，不，庄子是讲意思是啊，不用别人否定庄子嘛，那谁不知道呢？所以他其实有强调的意思，当然是读成原来的故比较好了，来，我们看一下字典吧，很好，总要勤查词典嘛。那这至少国语词典这个基本的要查。我们看它字例，你现在知道它有，看它这有没有通故？你看没有，这一本字典没有，可是找大一点汉语大词典。我难道找错了？没错嘛，哦。你看他，你不要讲什么。这里有一本叫，我也推荐给这位同学嘛，哦，《古文通假字典》嘛。你看这个，那你看故可以通谁？一定有通故事书的故。你看两个是不是相通？我查那个故，他跑这个故来。然后我弄错了啊，没弄错，你看，对不对？读为故，你看啊，读为故，哦，所以故和故两个是通的。另外一个呢，全在这啊。哦，这个也是不是也教你们字形结构换部首？哎，所以给你们宝贝哦，要这样的申请，哪一天知道厉害了就往神功。当然不是说这位同学了啊，他没有。那多少学生？你的同学讲啊，九万生过来这吸那个冷嘲热讽的，人真的很可怕。所以最大敌人是自己，什么都不懂，还敢去评论一个人家都拿到博士的，对不对？那你是笑我们这个学中华民国台湾没人人哦？那谁让我这个博士通过了？你来审核是，轮得到你来笑？那笑任何老师也一样啊，人家怎么可以做你老师？你以为是随便他就可以进来的哦？要去体会，除非那个老师是神经病嘛，要去体会老师为什么这样教。即使你再不能接受他的教法，这是你学生的责任，不是老师不是艺人，要讨好你，不是小丑，是不是？他这样做一定有他的原因嘛，人家也是过来人，哪个老师不是学生养成的？所以在那里，你至少把老师教的你都弄懂了，真的没有帮助。你在否定他、骂他，而且骂得铿锵有力。哪里像有的人骂啊，这个老师不上课，在那只要真的有证据不上课，讲一些
课外的东西，那当然太不应该，对不对？要言之有物嘛，不能只是在那空泛的骂哦，笑骂都没有用。你看，古都可以通故，这样就懂了。他还加一个黑点在下面强调，对不对？啊，就这是不是都换部首？哦，那可能我查故，他就跑来，表示故也可以通古，这相通，这是可逆式的，有些是不可逆的。那姑且不讲这个，这个还比较专业啊，比较深入。来，汉语大词典就没有那么深入，比较通俗一点，不是那么专业。来，你查一下故，故可以通故，看到没有？通故嘛，什么叫所以？所以不就是于是吗？于是两个字怎么读？你知道吗？因此嘛，于也可以通因呢。你看，不信？是，我们是讲死吗？对不对？所以你这个以是，你去查以是。你看我这个，什么叫以是？还有是以啊？你们以前读古文可能就学过。你看我都有这个词汇打得出来，以是就是所以嘛，倒过来而已啊。因为这个缘故叫以是嘛，对不对？用这个，那个是不是讲过用？以是是不是这个？那不就因此吗？因为这个啊，他都不跟你解释了，是不是老师都教了？你不知道你眼前那个老师，当然不是这位同学哦。我一直在讲，所以我一开始是各位菩萨啊，不是针对某个人，可是这位同学提出了那个个资保护法，除非他愿意留名，我当然就把他的名字拿掉了啊。那他这个问题是他的智慧财产啊。那这个。对不对？以是就是以，你不信你要是以，是不是就所以？是就是所嘛，这跟所以是完全要倒过来读。是以就是因此，你看是不是相似词就是所以？是就是所以就是是，你看，哎，要会读，什么都会。那再来哦，于看有没有因的意思。于是你看这个都不会跟你讲于是是什么，所以你真懂于是啊？我觉得翻译是于是。那"鱼"什么意思啊？"是"什么意思？懂了没？是不是？奇怪，可能是我在上传啊。我们顺便查看一下"鱼”啊。啊，等下看看"鱼"，教育部规，承上启下连接词也不给你解释"鱼"什么意思，是，对不对？烂吧，这不会去，这不会，你看"鱼""鱼无互转"，是不是也跟你们讲过了？对不对？无中线的"无"会变成娱乐新闻啊，所谓。所以即是可以即视听之语，你看你查音有没有？没有，鱼没有通音，那鱼有没有通以？就有了，现在还没找到通啊！哦，就是它出现这个字，好，没有，又是这一本小的没有，那一样，国学大师小鱼，那一样，看汉语大词典，哦，来了，因为大陆它啊，这个可以有，往下滚，那你就查音了。注意啦，往下滚，下一个啊，只有这一个。所以于是鱼不能通音，可能他这个没有说。我记得我在另外一本书好像有。你看，可是至少它可以通以吧？那以不就是音吗？鱼犹以也，犹不是犹如吗？你们这一课都学到犹，对不对？记忆犹新，好，还如新的，还好像。看到没有？鱼其实就是以嘛，所以你说鱼是其实就是以是嘛。刚刚是不是查给你看以是是什么？以是，关哪？对呀、啊，算了，重来。以是不是就是所以？因此吗？那我。这是通假字的读法，因为鱼可以通音，以这也是声音相近相通的假借字啊。第二个读法就是什么？鱼是在此之后嘛？这个我的讲义里头太多了，随便一个鱼是，不一定我们蓝田地区就有。你看我的教材，你有没有去先去看一下啊？不用看石敬秀。你看，还要上课时进修。
鸡圈里头，这不是啊。没有，我上传教材一定有于是，还是用表格给你画出来啊，于是就是再一次，你看有没有？刚刚跟你讲的是因此嘛，就以此嘛，以是嘛，是就此嘛，是日也，不是此日也，天壤气静。对不对？于是就是在此，因为我们学过，你也学过，我们安心学习也学于就在的意思。那在此什么东西？当然必然省略在此之后，不会在此之前。我们用于是都是前面讲完了讲后面的事嘛，所以在此这中间这个一个连接是在此在此哪一个词？代名词在前面讲的事嘛。前面谈了在前面的事之后，就要在此之后，在前面的事之后。那之后是当然省略，因为没有人是之前之左之上，因为这是一个语言约定俗成，于是就是之，以是之。所以他虽然讲此，他其实就带了之后，就好像你后面会问一个后之视今的后，他没讲什么后，其实就带出了后人或后来的情境、后来的聚会都可以，后来发生的事情跟现在发生的事情都可以，因为他只讲一个后和今。他其实就把后那个主要的名词带出来，这也一样嘛，在此词什么呢？后嘛，在此不是在此前，看吧，这个教材也有，还跟颜色都给你标好了，表示绿色就是绿色嘛。于是在绝对没问题嘛。于是音比较难嘛，这是要专业知识了啊，这还是字形结构兼音译啊，声音变化的关系嘛，声音变化通假，声音通它才能字义通啊，所以叫通假字，借那个。不同的字，借它的意来用，所以假字嘛，假就借嘛，我们说假手他人，不就借别人的手嘛，对不对？假借他人，还有那个，这样就知道了哈。所以为什么不能你？所以你这个是不够的，字典哪里？谁说没有于是的意思？你不知道，于是就是所以，你当然就是，所以就是故啊，就很好嘛。你是学生，大一，对不对？连学士都还不是，你才知道学士的汪洋，你还有很多要学的。那你老师不愧是博士了嘛？对呀，啊，希望你们都青出于蓝嘛，对不对？你们都是博士，不是更好嘛？大家就越来越博，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人类才有希望啊！我一代不如一代，还得了？接下来，本来就知道，对不对？没问题啊，单字讲副词，对不对？然后呢，死生、死亡和活着，对，对不对？然后呢，虚诞是虚妄、荒诞。那你为什么这里不这样呢？是虚妄的，而且荒诞。其实不加也可以啦，对不对？你既然也可以啊，当两个字嘛，虚妄而且荒诞，不但是假的，而且很夸张，荒诞，诞是大啊，大小的大的意思，所以就夸张，夸张不是大，夸大不实啊，那你没讲鬼呢，是不是？自己都在那里想，你怎么都不先看我的教材呢？是不是？至少。好，你不要看我教啊，被我左右。你这样想完了，也参考一下老师的教材嘛。然后有问题再提，好不好？不要连教材都没看，还要我再讲一遍。像刚刚的于是，你至少先把我的教材精熟了。我前面也有跟，当然这一集没有哦，前面也有跟大家分享。我做学生是怎么做？你看老师给我们这一些东西，我都没有吃，都没有消化，都没有去读，我有脸去问老师吗？我那时候都提醒老师，只要回你一些，哎。我不是有发那个讲义或什么给你们看，你那时候脸放哪里去？你都没有看，你跑去问人家，这好不好意思？奇怪，你们这一代好像都很好意思，这个真的完全价格之观，真的在我们这一代真的想不出来，这到底是不是人家给你了，你也不看就跑去问，不能这样，不是小学生，什么都不知道，老师怎么样？你们现在是大人呢，对不对？每个都成年呢。
都不要人管呢、欸，那就要自己管好自己啊。你今天老师没有，你当然可以一张白纸去问他。老师已经给你材料了，给你东西了，甚至指引你要参考什么书。像我不是叫你们看那个如何想得清楚这些，那时候老师叫我们推荐这些书，我还没有读，我都不敢去问他相关的问题，因为自己心虚嘛。不是叫你读了，你怎么不听话，没去读，还敢问相关的？只要千万记住，所以你们都做二三，难怪李敖骂说烂学校，到底是学校烂还是学生烂？啊，所以要有志气做一二，起码有二流人嘛，不要做三流以后的嘛，对不对？不能做下流人啊，要做也要上流，让社会有上流，好不好？那你看我怎么讲以死生起风，至少也要不要都是只是你想，那你问问别人怎么想啊，或者你不屑我的材料，你至少看别人怎么想，你不能什么都你想，天下又不是只有你，是不是？哦，这绝对要注意，尤其你既然肯问好学，所以我你既然进入状况，人家叫严师出高徒，对吧？像那个净空老和尚，他的老师叫李炳南老居士，你知道吗？他对学生有的有打，有的却很客气。我也是啊，你看我对你们哪一个不客气？可你真的想学的，就是不客气了。那客气的是，反正他爱听不听，他要过关嘛。那你只要合乎规定，我也不违法。那你过关，那这是制度的问题，不是我放嘴。你真的让我自己把关，我是很严格的。假如我是私塾的话，你看你们全班有几个人过？可是 国家或者学校有他一定的体制嘛，不能我爱为所欲为，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有一半的责任是他们负责，不需要我。可假如你今天真的要来跟我学，真的是登堂入室了，那就严格啦，就不客气啦。嗯，这样是非常不及格的，要被人家打屁股的。就像李炳南老师就打他学生一样，心不起体罚的是不可能是真的合格的入门弟子或弟啊，真的受人家教。所以人家说名师出高徒，你跟谁学，你有没有学到东西？现在呢，谁还有这一套？没有嘛，所以都是低徒，教出来几乎都低徒，也没听过有什么名师了，就是这样，因为都变学店了嘛，大家都啊，做好好先生，好来好去。那你想想看，你能学到多精华？就虽然够现了呀。像我自己嘛，我为什么可以学得那么精湛？就只有自己约束自己啊。你希望一个老师真的全盘教你，不可能，因为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师道。除非你愿意承受他的鞭打，我连我做学生我都不愿意，我只是很听话、很努力，尽量尽我的责用功这样而已。所以你真的要做人家弟子或怎样，其实是那么严格的，就叫师父、师父嘛。他当然可以打你，他像你父亲一样啊，对不对？啊、哦，所以这个啊、哦，不要太散漫啊、哦。只是，你知道，当然你们这现在听这个都觉得惊世骇俗了啊、哦，是不是？啊，你们就是少见多怪而已，多去打听，多看看世面就知道了啊、哦。我有没有跟你胡乱？我这也是听来了，道听途说来了，不是我自己发明的。人家真正是师弟子之道，本来就是这样啊、哦。只是不知道是直接当名词虚妄虚诞式，还是当形容词虚。对，你说你懂得这样写，当名词，我问你，那你就是不解为字嘛？那你一也不解，这是很重要的。一死生其膨胀，一和为是重点，故当也是，这反而简单的，你反而去解，所以你当然就不知道到底是名词了。它是什么？本来就知道把死和生其一看作没有差别，是虚妄的。那我问你，它是什么词性？是虚妄的事吗？可以啊，是虚妄的不加事就是形容词啦，对不对？你要说这个学说是虚妄的学说，这时候你就把虚诞当成名词读，它等于是省略了学说嘛，或看法观念嘛，对不对？那你要把它只纯粹当成形容词也可以啊，文法也可以啊，这种主张是虚妄的，是虚妄。是后面通常是。要么接名词，你说的对，我是学生，你是老师，我是漂亮，你是丑嘛？啊，这时候漂亮和丑是形容词啊，对不对？那你就要一样上下文去传达。所以你说你不知道是还是，你会问我是不是，对不对？是不是啊？不对，第九把钥匙也给你吗？九把刀，对错问题回二做嘛？就像我刚刚这样，那为什么名词不对？只不过名词和形容词的读法是不太一样，名词就表示它一定。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对不对？它一样顺便有带的那个东西而省略，
就好像后之视今如新之视昔，刚刚提到，对不对？其实后人或后面的情况、后面的状况、后面的机会，他省略那个的机会的人的状况那个东西，这也类似嘛的学说嘛的观点。那你不要那个后面的名词，你把它当纯粹形容词，文法和啊，对吧？这种学说是荒诞的，对不对？虚妄荒诞的，这哪里不合啊？为什么是？可是绝对不是说把这个本身当名词哦，你要搞清楚哦，是虚妄荒诞的学说或者主张或者观念哦，整个，所以它其实虚妄荒诞本身，其实如果你针灸这几个字，它本身还是形容词。你不能把它转成名词，转成名词哪里错？不是说它不能当名词，可以啊，虚妄荒诞也可以当一个名词用嘛。可是你要搞清楚，它前面不是虚妄啊，它前面是依死生这个观念、这个主张、那个学说，它是主张观念学说，它不是虚和实。要跟虚妄荒诞配对的，要么跟要跟它同性质的东西，才能用是这个逻辑词嘛，为嘛，你前后要对等嘛，懂不懂？你虚妄荒诞当名词，这个名词是什么东西？跟前面主张死和生是一样的，没有差别的。这一定要同类，你才能用这个为把它串在一起啊。这个逻辑，这个词汇判断，只要两个是不同类的东西，那么可以用是。我是狗，可以这样吗？所以你当文学比这个是是比喻啊，我怎么会是狗？我是人呢、欸？这不同类的就不能用是，懂不懂？啊，你不能说同词性就可以，狗也是名词，我也是名词啊，对不对？啊，如果你把这个当作纯粹名词，而不是后它是虚妄荒诞的学说，整个哦省略那个学说或者主张那个名词的话，那就错的哦。啊，纯粹只是它本身是名词错，因为它跟一死生这是不同属性、不同类别的东西，当然不能用为来做串联嘛。我来写衔接。那天字还原是什么意思？哦，虚妄荒诞的事实听了也对，你这天字还原就是我刚刚讲，它有省略，我们把它还原，这是当然是对，它一定是省略了。只要你当对，懂不懂？可是你这个其实对啦，也对，你这里讲的其实是把虚妄荒诞当名词读，那你说这里还是形容词，没错，就像老师刚刚讲的，对啊，它严格来讲，它本身只是形容词，它还是修饰这个事情嘛。对不对？啊，只是不知道是直接当名词虚妄荒诞的事情，还是当形容词虚妄荒诞的啊？那其实你这个前面已经有了，就是跟我刚刚讲的一模一样，当名词是这样没错，而不是拿掉这个哦，因为拿掉这个它本身也可以当名词，刚刚讲过了啊，这个绝对不能拿掉。那你这个没错，它形容词，可是形容词不要再加这个啊，你再加这个跟这个还不是一样？它原文也没这个、啊，也是你添字还原了，你早就添字回去了，还原了，你就不能再一样了，你要把这个要删掉，截掉了，对不对？那这就纯粹是形容，这也无关添字了，你这里反而才是添字还原，因为原文没有的事情嘛，对不对？那纯粹当形容词，就像我刚刚讲，已经讲过了，可以啊，怎么不行啊？这个学说是荒诞，用荒诞形容这个学说可以吗？名词当然可以用形容词修饰，有种不行，它只不过是后位修饰嘛，对不对？再来，哦，下一个问题，至于一，哦，不是下一个，下一，哦，还好啦，你前面没有提而已，可以当作动词看作，当然啦、啊，就是不是可以吗？否则你要当什么？这就第七招嘛，什么先抓动词嘛，对不对？唯一的意思怎么会难抓呢？你有单字想副词吗？那我问你，什么叫天下文公？啊，你有尽力去想了吗？这唯也不是深难字，你有努力去想唯你怎么用吗？不管字义上字义想不出来，你知道单字想副词，那天下文公唯是。还有一个词汇，这是同学贡献了，我还没想到，所以我也学起来，教学相长嘛。失败为成功之母的为什么意思？怎么会难抓啊？天下是大家的，失败是成功的母亲，成功的源头，为不就是是？哎，对不对？要不打屁股？没想到而已嘛，没关系，但不用那么严格，当然严格是要打，
打了你印象才以后更仔细，不要这样想不到就想没两下就来问老师，至少努力真的都没有了。你看这个该不会打的，这个谁没听过耳熟能详的，对不对？想不到，甚至你还可以想到更好的、啊，所以记住一次教训，以后就努力想，越想会越愣动。你越不动越生疏，越动会越转，也不会说动了一次，动了十次之后跟动一次乘十倍，不会，动十次可能花的力气只有五倍，懂吗？动二十次能花四倍，反而会递减，因为你越来越熟练。它不是，对不对？就像你买东西买越多，大批的价格很类似这种情形，价格反而便宜。不会说买越多的你亏越多，反而越省钱。可当然你要有资本买了，对不对？单价来讲，那就越便宜越划算。一样道理呢，做学问这个学习也是一样，反而越大量熟了，你付出的成本反而越少，就好像买东西一样嘛，对不对？买大量的你也单价成本就少。由此可知将，所以你由此还是由这里哪里由此就错啦。你前面还说是所以嘛，于是那怎么会是由此呢？其实也可以，于是鱼当成油也可以啊，鱼是油是从个字嘛，那从哪里来跟在哪里其实还是有关系啊，当然是在那边到这里就是从那边到，所以于是其实翻成由此还是有表格原理可以通，应该 OK。 由此知道将死亡活着看作一样是虚妄，完全正确啊，答案就是，可错就是在这样，由此你把它翻成由此就是把故当成故事的故了，错差就差在不好，尤其这跟本课的主旨有关。你看课本导读那里错的地方，他说什么？他这里是讲反与谁？不，这里是排斥、否定、斥责庄子的说法才怪。他怎么会斥责？他斥责庄子，他写《兰亭序》啊，他其实就在医死生的嘛。你今天上课有听到，应该有听到这个重点，对不对？你看。末次表面上看这是虚写嘛，虚晃一张，对啊，没错，他是骂他虚晃、那我问你，以王羲之的程度，以庄子的程度，他不知道庄子，难道庄子是白痴，他不知道死和生不一样吗？长寿跟短命难怎么会同寿呢？谁这么白痴？那怎么会读得那么肤浅就搞不懂？你要也要说表面上是排斥他，实际上他是认同甚至超越，是不是？他是不是一死生，虽死犹生啊？不，我们干嘛还读王羲之是谁？他人虽然死了，你看我们活的，谁会介绍你王，对不对？王同学是谁？你刚好跟他一样姓王，对不对？差一点泄露人家底，对不对？或者我孙老师是谁？我们那个雷教授谁管你啊？名不见经传。可人家你看，何止死生为也？他们死还比生了不起。他如果还活着，可能认识他的人还没现在多嘞。是不是不但唯一还翻转呢？怎么会荒诞？他自己都做到，自己就是见证人，自己就是实践家了，懂不懂？所以他这里故一定是强调，我当然知道，谁不知道？三岁小孩都知道嘛，所以要用故本来嘛，本来就知道，不用学。三岁小孩是不是什么都没学都知道？所以就本来就知道啊，哎呀，啊，本来知道。是荒诞是怎样，然后就认为真的是荒诞吗？那就停留在科学语言，谁不知道那是荒诞？可是你要知道人家讲的意思生起蓬商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他为什么要写这一篇，他后来不就讲了，希望后之事心亦由是之事，就好像我现在懒其人心久，是有就是我今之事习嘛，对不对？那这样我是不是虽死了，这时候我的死和生是不是也一了？当然不是生理的生死唯一啊，生理物质的当然已经死了，可是精神的一个人作为人的价值有因为他死就结束了吗？没有啊，那不就死生有意义，甚至死还比死了之后身后的价值还比生前。你看陶渊明当时那个诗没人爱，死后范古的话活的时候没人要，死的时候都翻掌，对不对？何止死生唯一啊，所以庄子讲死生唯一还是出街的而已，那么你更没想到原来死了还比生还要精彩，不是吗？对啊，
所以他当然要这样讲，固执本来就知道，当然嘛，还用讲，死生当然不会一啊。所以他一定是强调，假如你说所以知道死生什么所以，还要经过推理才所以，哪有这样？这还要什么推理啊？谁不知道死生是不一样，还要推什么理？还要由什么词？凭了什么由？就是由根据什么嘛？还要凭根据什么？不用根据，马上就知道啦。把它完全看一样的，一定是那个嘛。所以这个不好，文法上没问题，可语义上或主旨文艺主旨上是不对的。对，是在这里被否定掉，绝对是强调。本来我王羲之本来就知道，像庄子那样把死和活看作是一样，是非常荒诞的事。表面上他这样骂庄子，实际上呢，刚刚讲过了，不重复了。所以要注意这一点，不要人家就像诈骗集团，他其实这又有点诈骗集团，讲的不是真的哦，真心话嘛，就像讲什么说反语嘛，对啊，说反话嘛。诈骗居然还不是说谎话，他要你的钱，他也不是真的那个状况，你把他吼了。那这种当然不是害人的说谎话，对不对？像你不是有白色的谎言也是类似嘛，是不是？那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诈骗居然问什么不应该，那是损人利己，害人自己得到利益。那这种说白色谎言或说反言不会啊，他甚至还有更好的利益，反而给更多人的启发，对别人反而好。所以才是容许的、可是原理是一样，就是它不是表面上的意思，或者你以为的那个意思，跟诈骗集团诈骗你的时候一样嘛，你以为是这样，其实不是。要注意其实，其你看其什么代名词，他讲的那一句话实际上在讲什么，就是我们课本讲实写什么，那课本弄错实写怎么会是写景致呢？实写当然写他对人生的感慨嘛，虚写才写兰亭集会的景致和美好啊，反而颠倒啊。然后呢，故知将死生一为虚诞啊，当然不对啦，这样倒装回来再添个字可以吗？不行，你这里等于是乱七八糟了，对不对？你看我们刚刚需要倒装吗？不要动手术，直接读得懂了。关键只是这个变动词就好啦，这个动词就把后面的动词跟它一样。你看我课文还有什么？就是那时候你们班不知道有没有，应该有，我记得有，还花很多时间，就下课的时候不知道啊，你可能那一天没来。你看这句话怎么翻？你们很多人都翻错。足以极视听极怎么翻？极本来也可以当名词啊，北极南极不是极，极端不是北极吗？当你说极端气候那是形容词，可极本来可以当电极，总是名词吧？对啊，极视听之语，视听的娱乐，视听的当然形容词，视听是可以说动词或名词。和之组成了一个，之这个介词组成一个形容词组，修饰语这个名词，所以整组是一个名词嘛，视听的娱乐，这也是名词，这也是名词，怎么办？前面就得转词性，对不对？转成视听的娱乐，达到它这个程度，就达到极致嘛。所以这里的极是动词，第七招先抓动词，不是形容词。有人说是极视听极致的快乐，是错了，不合于原文。你变成是翻大意，它原文是视听的娱乐可以达到极致，对不对？达到极致才是动词嘛。用达到极致来解释这个极致。当然我达到极致这个词语，极致是名词，达到才是动词，有没有？可是整个包起来是一个动词片语，就是这个极的意思，懂不懂？你也证明了，像极致也可以当名词啊！我就想，它本来也可以做名词啊。它有名词，有个动词，也有形容词的意思啊。它有这些词性，不信你去查、啊。我怕《国语词典》呢，它不是有动词性，应该不会啦，对不对？它不是只有一种词性，就是在这种词性在转，这就是第七招教我们的嘛。是不是有名词，有动词啊？没有形容词、欸。还是副词，那总之都是修饰性的。为什么是副词？表示它不能修饰名词，对不对？极妙可以，我们不能说极人、极车，对不对？它不能直接修饰名词，对啊，可以极妙、极美，都是形容词，对啊，美极了都可以。而这美极了应该是动词性嘛，它修饰动词啊、哦，美这里这应该是动词，不是形容词啊、哦，有没有？这里就穷尽达到最高点嘛，极致嘛，
才是这个的意思。对，然后回来这里，是不是前面是视听之余达到极致一样，死和生达到一嘛，达到一这个状态，一就没有分别，没有二啊，一就是不二啊，不二价，对不对？没有二，那何必还要啰里吧嗦？对不对？还什么又倒叙倒装，又倒叙重写，再添字还原，动了那么多手术，你都不怕把原文都改了吗？本来知道将死生一为虚断，什么叫死生一？哦，其实好像也可以啦，对不对？将死生，那你这还是要补字啊，死生当做一个，看作一个，对不对？何苦？其实一这个字直接就写，像我刚刚讲，就是把死生看作一了。那你当然说，哦，我在倒叙重组。天字还原为，那其实你还是在解释一这个动词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嘛，这样而已嘛。你要说它倒叙，如果你的理解是这样，当然也是可以的，当然像你这个答案也是对的，是虚淡的，是对啊。可你这里还少一个天字还原嘛，对不对？不止添个字哦，将死生视为，还要添个视为，对不对？那其实将什么视为一，就是一的这个字义嘛，这个动词的字义，懂了吗？那只不过它解释一这里。这个动词是当把什么看作一个，那你在翻译的时候可能要调整倒叙重组一下翻比较顺，把含死和生看作一个，把什么看作一个，这个是一这个动词的意思。那你在翻译的时候当然是要把死生包在这个词一这个片语这个解释的片语里头啊，明白？就像你这样，把死将就是把嘛，把死和生看作一，那别忘了这个死和生是省略的连接词。刚才讲过两个名词不能撞在一块嘛，对不对？所以前面要转词性，这里不是前面转词性，这是省略连接词，这是第二种情况。那一种就是前面转成形容词，对不对？我爸就是我的爸爸，我是代名词也是名词性，爸也是名词啊。哦，那时候是前面转 形容词，我们刚刚第一个情况是前面转动词，对不对？后来第二个是中间省略了连接词，死生就是这样。再来后知次心，你今天也来问了，也像，所以这个由假借读由是最简单的读法，最简洁的，所以是比较好的答案。假如这个由读成由台北到台南的字或从的意思的话，也从今天看以前就不通嘛，那你这里一定要补一个由，那是因为或者好像，对不对？也好像从今天或自今天看以前，这里一定要补一个好像嘛。我不通嘛，后面的看现在也从今天看以前怎么通？也像今天看以前才对啊，它省略像，因为像这些也常常会省略。你看我们九阳神功举的例子，对不对？天字还原，你都列了一些很长省略的，就表示它都是合法的。假如你的天字通常天这个回去是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些字常常会省略。你看列了多少种情形？有没有在？于如像，你看有啊，如像是同样的，若啊，甚至还有若，我没有写嘛。啊，这些字都常，你看这个就连接词省略，刚刚有没有？生与死不就与吗？啊，和也是连接词省略，对吧？所以你给它添回去，当然就添字还原都没问题，不是添字篡改，不是加油添字。啊，那么后经习是代表后世的人、现代人、未来人们啊，这个我们讨论过了，刚刚也讲过，他没有讲，未必是人啊。后面的情况也可以啊，后面的集会，我们现在是兰亭集会，后面如果有人集会，也赶快说集会的那么好，假如你参加晚宴、生日 party 啊，很高兴明天要上班了，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感触啊？就像来兰亭集会，对啊，所以不一定是人啊，也许是后面的情况，看现在的情况，那看就可以翻成后面的情况跟现在的情况比较嘛。今天我们也讨论看有是有比较的意思，对不对？就好像我们一般。父母都会有些父母心态比较不平衡，他偏宠溺谁都会说，你看你哥哥，你看你姐姐，你弟弟怎么样？那他是不是就在比较啦？或者你看邻居的小孩怎么样？类似这样，所以都会用看字嘛，看就有比较的意思，人比人，对不对？都是用看，所以是有比较。那你要说后面的状况，看现在的情况也可以，因为看我们本来看就可以当比较用。你在用这个看的时候，其实是在讲比较，不是真的眼睛看。这也是像七星大法，原来是肉眼的看，七星流转了，变成什么精神的那种比较心态比较，对不对？肉眼是物质的、啊、生理的、啊，对不对？视觉的看啊，变成精神上的意念或概念上的比较，
这不一定是省略，其实也可以说省略啊，因为有一个情形就是哦，形容词，比如说《后汉经》可以当名词，别忘了它也可以当形容词。后人就是后面的人嘛，这应该不用查字典，对不对？后世就身后世嘛，所以这个是后是形容词，通常形容词它本身就会当个名词，甚至后本来就可以啊，前后左右，这时候讲方位，它本身是名词，可是这是纯粹讲方位，它没有省略任何东西啊。可是一种情况就是后，像英文有形容词当名词用了，比如说 older， 你可以加个 the， 就是 the older， 表示年老的人、年长的，对不对？形容词它也可以连，因为都是人嘛，它语言习惯，形容词可以当名词，那表示你可以说它省略了它后面修饰的那个名词，可以，文法看你怎么分析，也可以说它本身转成名词了，对不对？然后那个你以为是省略或者要添字还原的东西，本来就会夹在它里头，隐藏版夹带的，所以后其实就后人或后世或后代状况，这是要注意啊，有两个是。啊、嗯，都可以哦，后面的事，对不对？因为我刚刚讲过嘛，可能我们上课也是一个集会 ，party 也是一个，那跟兰亭集会是不是也一样，就可以比较了。再美好的集会是不是也会消失，也要散去？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啊。所以，因为他没有讲人，你就不能说后一定是后人，因为带回二座是不是都通？后面的集会看我们现在兰亭集会是不是也一样可以通啊？也好像我们现在兰亭集会看古人。也许有什么好机会，对不对？也不得不散场，一样吗？是不是通？不一定要后人看现代人嘛，人跟人比，可以事情跟事情比，状况跟状况，机会跟机会比，事，对不对？什么事件跟事件比都一样、那是不是省略都可以？你要把它当省略可以，要说它是隐藏版或者夹带出来的也可以。可是这里你要注意的就是形容词本身就可以当名词用。那这个时候它当名词用，你要注意这个名词的主词对象，就像我们第八招嘛，要找对主词对象是什么。那这个时候在理解或学习上，你可以可以当成它是省略是 OK 的，是可以。可是不能光以为它只是省略，你人家会跟你辩驳啊，这没有省略，后就是后人啊，后世啊，对不对？为什么省略？它是可以说是缩语啊，其实缩语不是也类似省略吗？对不对？缩语简称嘛，对啊，会简称会缩语，其实就是省略嘛，对，都是省的意思啊，所以也可以啦。哦，看怎么说，文法是后来人分析的，不是先有文法才有语言文字，所以只要你讲得通，符合大家都符都可以啊、哦。我不是刚才说都教你们回到二座，你想想看，的人是省略有哪里错？没有错。我刚讲那么多，只要补充你，你不能只知其一，不能不知其二哦。所以这种一定是省略，不行，要宽容的心，只要合理的答案，可能状况你都要吸纳。我主要是提醒你这个，不是否定你这个，你这个没有错啊。可是你别忘了，你只知道其一，只知其一，不要只不知其二啊、哦。该知道的要知道啊、哦，只要所有合理的解释可能的，都要接受啊、哦，都要去想到，都应该要想到才行，才周全嘛啊。哦还完整完备。另外他们是不是少了什么？后世的人看现代的人的什么？对，这里就真的是省略了，很好，没错，至少你肯去想，这个是绝对是省略，没有问题。刚刚那个还是文法，你明有没有？这个绝对是省略。对啊，后人看现代的人和现代人看以前人看什么？对，很好，对不对？不是看一看看你漂亮，不是看什么才是重点。对，你点了没错，这个很好，所以弟子不必不如你 got it， 你这里就有点 got it， 可是你就是没办法，刚开始走路总是摇摇摆摆嘛，没错，对不对？这就标准的一定就是添字还原了，这没无二价，应该没有另外一种说法，它一定是省略嘛。就像我刚刚讲的，即使是后面的状况，后面的集会跟现在的集会比较，比较什么啊？比较会聚也会散嘛，就是你说的什么？不是集会跟集会比较，人跟人比较，人跟人比较什么？死亡嘛，有生有聚就有散，有生就有死，这才是他什么指的东西？就是你讲的，没错啊。
那个的什么是指文章还是当然是丧事？丧事，注意，丧事通常是讲个人的生命。那你别忘了，老师刚刚跟你讲了，包括聚散无常，对不对？不一定生命大家都还活着，可是老朋友，像你们要同学会再办一次同学会，是不是也不容易了？这也可以叫丧事。可是说是，可是我们白话通常讲丧事或文言，通常丧事讲人的，这是不够的，人的生命不够。包括人的聚散无常，人事聚散，还有成败兴亡都是，所以当然不是死文章啊。就前后文，我觉得你为什么会后面的人看前面的人的文章呢？也好像也可以，其实也可以。可是这一样的道理，你不要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后来的人看前面的人都会死，也可以啊。为什么只看文章？那你文章也可以吗？后面的人。读到我兰亭集序，对不对？就好像我现在读古人对生死的感慨一样，可以啊，这是文章可以，可不能光以为只是文章。尤其他这整篇文，整篇的痕迹，只有到最后他想要留这篇文章给后人读，那是，尤其这里上下没错，他是文章，可你不能光以为只是文章，他整篇的主旨不是只打转在文章上，还有人对生命有限的一种无奈，他不得不接受。那面对这种局限、无奈、有限、大限，人死掉不是叫大限吗？大限来临，我们如何去超越，让真的能够达到一死生齐彭上的境界，对不对？这也是他问自己，也想问后世。那他为我们示范，就是他留下这篇啊，他留下的书法确实虽死犹生嘛，虽然肉体死了，可是王羲这个人好像没有死一样，甚至比活的时候还精彩，就像范古。你看他活的时候多悲惨，死后陶渊明也是嘛。虽然陶渊明没有范古那么悲惨，可是你看他的诗，对不对？在当时谁欣赏呢？人家钟嵘诗品只给他放在那个钟品，你查网络就知道了啊。钟嵘的诗品，当时一本有名批评文学批评的书啊，对当时的诗人的批评。你查网络就知道。后来李白、杜甫都学他，苏东坡都学他，甚至还贺拉斯才整个。你看这一流的文学，他都肯定了，他才水涨船高了，对不对？那这个是何止是一死生呢、啊？死还比生精彩啊！所以不能局限只是文章也没错。后来的人看文章，那你觉得你注意你的一点，你一个特色就是你很不错，像你这个就很棒。我还没注意这个，我还 miss 掉了。所以弟子不必的不一定你帮我不是很好，其实我也知道可能漏掉没讲，没有注重在这里，你把这个重点，而且这是重点嘛，这个才是重点嘛，不是看人，人跟人比，聚会跟聚会比，不是嘛，比什么东西那个才是重点嘛，对不对？看什么东西那才是重点，对不对？看习人的什么，你这个很好，对，了解吗？没错，可是这里就是你会觉得是很好，所以你慢慢发芽了。可是你现在老师一直提醒你，你要像博士一样广博，不能只知其一。你这点到 touch 到，可是你还要学一点，就是哎，只有这个吗？只有一种可能，答案绝对不是单线程的。所以你要想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懂不懂？只要带回合作合的，你都要想到，那才完整。否则你就有缺憾，就要像人残障嘛，总有缺陷，不要有缺陷嘛，才是一个完美，好吗？那应该都回答了 ，OK， 好，这一集就到此。阿弥陀，刚好一节课啊，少造业，多念佛。阿弥陀佛，大家道业精进。阿弥陀佛，夜梦吉祥了，刚好要休息了。阿弥陀佛。